今天来看我们这个相声剧啊，《唐伯虎三笑点秋香》，因为这个到今天这一版呢，是我们的第六版了。当初2004年、2003年那会儿，在华城天桥的时候唱过一回，后来搬到这儿又唱过，再后来电视台录像一场，民族宫纪念张文顺先生一场，陶阳唱过一场青春版，一直到今天是北京德云社青年队的演出啊。青年队呢是德云社最年轻的一支队伍，30-40个演员，小孩居多啊，所以说肯定呢有不周到的地方，给大伙儿添麻烦了，谢谢所有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和宽容，谢谢。反正这个戏呀、啊、它也不像说相声似的，你看说相声啊，上个6对7对的，大伙儿跟着说，可长可短。戏呢有时间限制的，故事完了也就完了，也就结束了。但是我看看时间还确实是早点，你们要有事儿啊咱就拉倒了，你们要没事儿咱们就找事儿，好不好？那咱们找点什么事儿呢啊？他有事儿，他有事儿，你看了吗啊？我们乐队的老师们也非常的辛苦啊，这个这几百一直是这几位跟着一起啊，让他们归着归着吧，反正我也没事，你们也没事呢，咱们就一块热闹热闹啊。刚才你们那票就到前面唱戏这个啊，我这是饶的啊，我给你们说一书你们听吗？你看今天是好日子啊。这周呢我们这专场演出呢估计也就这意思了啊，因为今儿都礼拜日了，下礼拜有这么两场，一场呢是这个精品回顾，都是建国后的经典相声，我们重新翻新了一下，有这么一场。还有一场呢化妆相声啊，化妆相声有三棒鼓，有这个相声大赛啊，有这个孔圣人吃元宵，还有一个大福寿全。前儿个我们弄这个啊，昨天群口相声专场呢，原计划是有一个师傅经。为什么把师傅经拿下来呢？就是因为啊，化妆相声里边有这个福寿全，这两个有相似的地方，所以说呢，为了避免雷同，把它摘下来了。下周有时间的话，这福寿全，我认为各位应该来看一看，啊，有点意思，大伙儿都上，啊，这个当初北京市曲艺团演过这个节目，火爆非常。那会儿在西单那儿演出，据老先生们说啊，卖票的那铁亭子愣给推散了，就到这个程度。这么多年没人演，这回我们把它重新都拿出来，所以下周要是有时间呢，各位就来捧一捧。啊，给我们出出主意，看看哪儿好啊，哪儿特别好什么的。既然各位都不走，我也没什么事儿，咱们就一块儿聊一聊，给大伙儿说个书。有人说了，说你说这是书啊，是单口相声。其实原来我特别有信心能解释这个问题，但现在无法解释了。啊，什么叫书？书讲的是故事。而且他能评论，并不是单纯的讲故事。我们说《三国演义》《桃园三结义》，啊，我们说《水浒传》什么《梁山108将》，讲吧，光说故事没人听。买套《水浒》才多少钱？买套《三国》能花多少钱？所以说这都不叫事儿。关键是把这书撕开了，给你说说清楚了，这里边还有哪些东西是原作者没有表达清楚的？很多东西是说书人把我的见解融入进来。给您讲为什么评书呢？我要有评，当然了，这里面有字儿，有罐儿，有描述，有包袱，就是得有笑料，所以这叫评书。那么说单口相声跟它的区别呢，其实在过去来说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啊，但是你要从艺术角度出发，我告诉您没有任何区别，也是说故事，也是评书，也有包袱，也有字儿，也有罐儿，笑料什么都有。所以到现在为止，说怎么分别评书与单口相声的区别呢？按人来分，
郭德纲说的你就认为他是单口相声就好了，某人说的你认为他说的评书就好了。其实这两者在艺术角度上没有任何不一样的地方啊。说几句闲话，所以说我今天说的这个呢，你说是评书也罢，你说是单口相声也罢啊，因为我这个节目里边它既有故事，它也有评述，也有包袱笑料，什么都有，艺术角度是一样的啊。这段轻易我还舍不得说，你看，要不咱改天吧，好吧。那段叫什么呢？这段叫探地穴，你听这名你就知道啊，这是一个神话的故事，很长，这段太长了，算了吧。玩笑，闹着玩呢啊，反正尽量多说吧。你们要是有事儿啊，站起一个人来扭头走了，咱们就拉倒了，好吧？要一个人都不动，那说到天亮我也愿意。啊，但是这个地上不许湿啊。啊，上厕所允许。说着半截说您想方便一下，这不能拦着。啊，谁要想解手举个手。报告我得问完去尿尿。好，祝你圆满成功。啊，这行。你得打招呼，你不打招呼不合适，是不是？嗯。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。难难难，道德悬，不对知音不可谈，对了知音谈几句，不对知音枉费舌尖。说一个小故事。什么时候的事情呢？宋朝仁宗年间。故事发生在哪儿？东京汴梁，现在说就是开封。当时在开封府这儿住着一个人，姓张，叫张俊清。娘俩过日子，跟母亲一起，家里边趁点钱，占着房躺着地，存着多少多少钱啊，不敢说东京城首富，反正要说前十名有他。张俊清父亲去世了，娘俩过日子，还开着一个金银铺，还开着一个当铺，俩大买卖啊，也算是地方上的太平绅士。这么一个主，平时没事呢也好做个好事啊。老话说得好吗，穷生奸计，富长良心。人这一穷啊，净琢磨我怎么办呢，我坑谁害谁呀、啊？我偷谁东西啊，穷生奸计，富长良心，有钱了就要考虑我怎么做慈善了，我干点好事吧。啊，你瞧那过马路等红绿灯的一般都有钱啊，我刚挣点钱我可别怼死啊，我钱得等着了，得把这绿灯看出血来他才走呢。你看那跟那呜乱跑日八番什么都不在乎，怼死我赔我两千。穷生奸计，富长良心，老话说的一点都不假，就好干这个好事儿啊。这个到冬天了，搭粥棚，舍粥，舍棉衣啊。到了夏天了，绿豆汤，反正是能让老百姓觉着，哎，这是个好人，这活都爱干。有这么一天，吃完了饭，闲着没事儿，自己到当铺金银铺看了看账，都挺好。出来之后站在当铺门口跟管事的说闲话啊，老家常呗，这说着啊聊着天，有打这边来一和尚，这和尚啊得有50来岁啊，慈眉善目，大眼睛，弥陀佛，哎呦，大师父，哈哈，我佛慈悲啊，您有事吗？您是东京汴梁有名的张大财主？又不敢当，小张，小张，哈哈，我找您画点东西。好，好，好，好啊，您说吧，要粮食，要钱，还是要什么？您说。哎，
要是找别人我画这些个，但是对你来说我不要这些。那您说您要什么？我要你家后院500棵香罗树。香罗树有一种树啊，500棵一大片，我要这个。啊啊啊啊！一说到这儿，张爷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。舍不得吗？不是，不是舍不得。想当初自己小的时候，家里边就有这么一片香罗树，啊，500来棵。当时自己的父亲那会儿还活着，就说长大之后啊，这些树也成了财了，把它砍下来，舍给泰山。泰山有一个丙灵公庙，丙灵公是泰山神的三太子，把它舍给那儿，记着。到今年正是老头说的这年头，而且这树长成了，许出去了。我就这么一打奔的功夫，和尚乐了，哈哈哈哈，你甭管了，我自己来拿，转身走。哎，大师傅再喊，这和尚是踪影皆无。这怎么办呢？心里想的是说，咱们商量商量，你要点别的是不是？可来不及了，管事的伙计们劝，得了大爷，哎，这和尚也是性急，不容人说话啊，您回去吧。哎，回去吧，到家来跟老太太吃晚饭，最孝顺啊。老太太吃饭聊天，说来说去就说到香罗木这儿了。老太太也提差不多了，当初你爹说就是今年把香罗木砍下来，拿车拉走泰山丙灵宫啊，泰山神三太子，把这个咱们许愿捐到那儿去啊。是是是，让您睡觉吧。哎哎，睡觉吧，睡觉。老张家跟这儿有一大宅子啊，三进的一四合院，带花园。这个院的后头就是一山坡，这半了山坡上就种着这香罗木，所以说只要一出后门就能看见这木头啊，瞧瞧这树。说完了聊完了也没事，伺候老太太睡了觉，张俊清就躺下了，钻被窝睡觉，似迷糊似不迷糊，耳边像就听得苍啷啷啷啷啷啷铜锣声响。紧跟着伙计们就乱套了，家里养着什么家奴院工啊，坏喽，着了火啦，这赶紧就起来了。那个年头也没有什么消防队，什么都没有，要说着火了这可是大事。呼，全起来了，赶紧出来，一回头顺着后院往外瞧，火光冲天，这就出来了。哎呦，推开后院门，家奴院工伙计管事的全出来，簇拥着张俊清望着观瞧，后边这山坡上这一片香罗木着了啊，这就乱了，救火啊，拿着桶的，端着盆的，有的一主什么都没有，弄一酒盅，哎呀，撂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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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是大爷，我这不心在这儿，你别废话啊啊，怎么会着呢？这乱套了。猛然间一抬头啊，这个火呀，整个这一片全着起来了。在火尖上头站着一和尚，这是白天那和尚啊，这不是树吗，都着着了啊，在火上头那尖那儿站着这和尚啊，面带微笑。旁边管事的看看，大爷，这有可能是西域翻僧啊。你怎么知道是西域的？他们那人都吃了烤肉串，知道吗？是，我这不给您解心宽，都着了，我解什么心宽？我再抬头，和尚乐了，张员外，稍安勿躁，我说要500棵，你踏踏实实的，多一个我不拿，少一个我不走。说着话，拿手就指。指哪棵树哪棵树，打这树棵里边唰就飞了，飞哪儿就不知道。
简短接说，一会儿的功夫，地上500个磕。和尚哈哈一乐，没人了，霎时间烟消雾散，啊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整个这山坡上500个窟窿。张俊清带人跟着站着，傻了。都说天下有神仙，你没看见？今儿我瞧见了，站在火上面，啊，一指就走一颗，一指就走一颗。到现在人家走了，甭问，够数了。山坡上没别的，都是一个一个的窟窿。哎呀，说不出话来了，管着还劝呢，大爷，您别别扭啊，您别别扭。这也挺好啊，咱们这山以后改酒窖啊，啊，存个东西。行，回去吧。回了屋了，这晚上颠过来倒过去的，睡不着觉。这事儿搁在谁身上，也得琢磨怎么了这是。嗯，次日清晨起来，老太太那儿也起来了，伺候老太太洗脸漱口，吃早点。这弄着杏仁茶，各种的小点心，张大爷陪着老娘一块儿吃早饭，啊，老太太说昨晚上听说挺乱腾，谁说的？说咱们买了个酒窖是怎么回事？不是妈，您没听明白哈、啊，您听的是结果啊，过程您不知道。把这前因后果讲了一遍，现如今如何如何怎么怎么回事？啊，我倒不是心疼。啊，说这500棵香罗木不算什么，但是我已经许过愿，我父亲活着就说过，啊，日后这500棵香罗木送到泰山秉灵宫庙三太子那儿。现如咱这怎么办呢？何况前几天我都打发人去了一趟，跟人说了，说这一半天咱们就去，你这没法弄。老太太说得了，既然照你这么一说，天下有神仙，神仙做事凡人不知。必有前因后果，你也不必往心里去。秉灵宫庙你该去还得去，别带这个木头了。娘啊，那个不合适，我跟人说了500棵香楼木，这给拉两车白蜡杆去，我告诉他没长好是吧，也不像话呀。不要紧的孩子，待会儿我给你点东西。吃完饭了，老太太有打礼物把那薄宝箱打开了，拿出一点东西，啊，一个九连环，纯金打造，上面呢还有好多宝石，这是你父亲年轻时候出海做生意，有打南洋得来的九连环，你把它舍在秉灵宫的庙里边，啊，你把这意思说清楚了，我佛慈悲，人家呀肯定能认头答应的，不会因为这个难为你，好吧，好东西，放在锦盒里边，带在身边。安得好了一切，吩咐人照顾老太太，自个儿又打家出来赶奔泰山。一路上无书，说书人就这样，有话则长无话则短，这一日来得了泰山脚下。泰山上啊，中国所有的神仙在这儿你都能找着啊，各种庙，大庙小庙，各种神仙供的这全呢，找吧，在半山腰这儿，就是这秉灵宫庙。来到这儿了，一说庙里边出家人都接出来了，啊，哟嚯，张员外来了啊！你看这个，那天听您管家送信儿啊，好大的功德呀、啊！说您要给我们这儿送500棵香罗木啊，啊是啊，你等着啊，来拿进来。后边俩管事的弄进来了，这么一个檀香木的盒啊，给您这个，和尚还纳闷儿。哦，这是样品呐、啊！啊，那个出了点小障碍啊，您看看这个吧，把盒打开了，又打里边，把这九连环抻出来了。此乃我父想当年贸易所得之宝，这不嘛，香罗木啊是弄不来的，这东西论价值要超过香罗木啊，比它得贵个两倍，所以说也是我们一点心意。哦，那得嘞，哎呀，施主您这一片善心。称赞不已，把这东西呢就收下了，还是请您到这边来吧，喝茶呀聊天啊什么的不在话下。一住就住了两三天，这天到上午啊还没吃中午饭呢，
来两三天了，觉得也腻了，我出去遛个弯吧。有打这丙灵公庙就出来了，啊，在泰山上，由这儿往那儿溜达着来，瞧风景，呵，一瞧啊，不愧是五岳之首，啊，山势高耸，细水长流，从这儿看到那儿，从那儿看到这儿，心里挺痛快。尤其在半山腰一个悬崖边这儿修了一个小亭子，自己往这儿一坐，这背靠着悬崖，斜脸往下瞧，嚯，李石如刀，卧石如虎，啊，山河壮丽，确实往这一喘气也都觉得痛快，挺好，心里挺高兴。一松下来呢，这后背倚着这柱子，迷迷糊糊啊，就要睡着了，啊，似睡似不睡。由打这边耳听得一声佛号弥陀佛，你是张俊清张的财主。这一回头，哎呦，来和尚啊，大师傅，您是哪庙的？什么哪庙？这山上庙太多了啊，您是哪庙？我是竹林寺老方丈，让我请您，多谢您给我们的500棵香罗木。哦，现在就明白了啊，那天去那和尚是竹林寺的老方丈，这人请我去就去吧，出家人也不能害我。站起身来跟着走，拐弯抹角，抹角拐弯，一下小山坡，底下这儿有一个庙啊，门口这儿种着好多的竹子，山门这儿挂着匾竹林寺，有人带着往里边走。这一进去，大和尚小和尚出了一大帮啊，正当中站着这和尚熟人，就是火上的那位肉串高僧。我这是借管家的话说啊，哦，哈哈哈哈啊，张施主别来无恙吗？一句客气话，哎，赶紧过来，是是是，啊，大师傅，在这儿碰见您，来来来，上屋里来，上屋里来。让到了禅堂，小和尚献茶，这儿聊天，我可跟您说呀，您这个500棵香罗木我可弄走了啊！啊，是，我知道，我看见了，乔吱吱的，啊，您这好手段，好手段啊！不叫事，不叫事啊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啊，应该的吗？张俊清，怎么还应该的呀？我也没答应给你，怎么你弄走了倒应该的呢？啊，得得得，反正是给庙里边呗，我也是做好事，也就不愿意再多问了。嗯，这儿扯点闲篇，说点闲话。正聊着天呢，扭打外边小和尚进来了。那个师傅，师傅啊，丙灵公三太子驾到。说了这么一句。哦哦哦，好，张施主啊，请您到禅房待茶。什么意思？我是来客人，您不方便听，您上旁边那屋等我一会儿。哦哦，好好好好。迷迷糊糊站起来跟小和尚就出去了。到旁边那屋，跟这屋隔着不太远啊，而打门缝里还能瞧见。心里就纳闷，哎呵，我上丙灵公庙这儿送一个九连环，他上这儿串门了，感情神仙也好串门子呀？那我得参观参观呢，我得知道我这东西落谁手里边了。小和尚把茶满上，可就出去了。门缝虚掩，张俊清往外观瞧。就打外边就瞧见一股子风，有打外边进来四位黄金力士，大高个儿，特别的壮，四个人两边站好了。进来一位丙灵公泰山神三太子，这位往里边一走，张俊清点点头，没错，就是他。丙灵公庙我去了，我送的八宝九连环，我看这个塑像跟这主一模一样，甭问天下是有神仙的，跟这瞧不敢说话。老和尚走上前，双手合十，太子您来了啊，来了，哈哈哈哈，快坐快坐快坐，这儿坐下了。还是那个事儿啊，我这个让你给帮个忙。和尚乐了，哈哈哈哈，还是那个人的事儿啊，还是那个人的事儿，我好说歹说他不干呢。
这时候也确实是真愣啊。那他怎么说的？嗨，他说他非要做三年的天子。我跟他说了，你做一路诸侯，他不干，非当皇上，当三年就够。哎呀，您跟他讲道理了吗？我说了，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，掰开了揉碎了给他讲，我是真没辙了，非要当三年天子，说就当三年皇上就行，一任诸侯他不做。和尚点点头，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好吧，把他请进来吧。啊，老僧我劝解一二。好，来人呐，请进来。说了一声请进来，两个力士转身出去，弓如大，又打外边压进一个人来。这主身高现在说得有1.85米左右，四方大脸，活儿脚浓眉，斜插天仓，直入鬓角，一对大眼造波分明，狮子鼻阔口，海下扎了扎沙，就这胡子都拧着卷儿啊，两个肩膀头在这儿，这闻着是龙啊，这闻着是怪兽，瞧不清楚啊。俩人一边一个把他摁进来了啊，啪，来的正当中，这主单腿一跪，不行，就不行啊。太子啊直坐牙花子，哎呀，都愁死我了，劝他劝的我呀都不会说话了啊。无论如何要做三年的天子，一任诸侯他不干，我没辙了。来吧，您受累吧，出家人慈悲为本，方便为怀，您给我劝一劝吧。老和尚点点头，两步到跟前，啊，啪，大耳贴了抽脸上，这抡圆了，啪啪啪，叮铃咣啷，连踢带打。啊，旁边这屋张俊清吓一跳，和尚黑社会的，打架这姿势看着瘆得啊，叮咣五四，啪啪啪一通打，打完之后拿手一指，服了吗？大哥一抬头，好，行行行行行，好商量好商量好商量，哦，善哉善哉。老头一回头，太子看见了吗？还是这以礼服人。天下大事原本如此，你命中无有天子之分呢，做什么三年皇上？好好做你一路诸侯，听见了吗？啊，对对对对，那早这么客气，我早答应了啊。太子挺高兴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行嘞，那我们就带他回去了啊，站起来告辞往外走啊。老和尚送出去又回来，让小和尚把这张大财主请出来，坐在这儿又喝了会的茶啊，聊了会儿。张俊清说，那我可得走了，不能老跟您这儿。是是，我送你送你啊。一前一后又打这儿出来，迈步又出了山门，门口是翠竹摇曳啊。和尚乐了，您这回这香罗木可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啊！我们正准备重修大殿呢，正没有木头，就用您这个了。哈哈，您这是善莫大焉。哦，是，您客气，您客气啊！以后用什么您尽管随便去啊！准知道你要不让去，他也得拿啊！再一个了，就和尚这身手，打那大个都一愣一愣的，打我这样的假的一样。嗯，往前走。走了没两步，和尚一伸手在后背拍了一下，喂，醒醒，就这一句话，醒醒。张俊清吓一跳，哎呦呵，一睁眼呀，还坐在小亭子里面了。回头看了看，底下是万丈的悬崖，一脑门的冷汗。哎呀，刚才这个梦做的可太真了。回和尚聊天，禀灵宫三太子来了啊，四个黄金力士压进一大个来啊。大个说不想当诸侯，想当三年天子，被和尚教育了一顿啊。说完之后呢，他挺高兴挺快乐，和尚好像也挺快乐。
我就出来，怎么推我一把手到这儿来了？一回头，自己带那管事的家丁那儿，大爷您醒了，啊，我睡着了是吧？是，您可不睡着了吗？也没敢叫您，看您那脸上表情一会儿瞪眼一会儿凝眉的，也不知您梦见什么了啊。嗯，好像您还跟着喊打打打。嗯，您别这儿睡，回着凉啊。行了，咱回去吧。又回来了，到丙灵公庙，要进大殿瞧了瞧这神像，心说没错，我梦里边梦见的就是此人呐、啊，也不敢多说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好吧，跟出家人说了说，说我们该回去了。吃完了中午饭，归置东西，又转回东京汴梁。回来道上也没什么事儿啊，可就回来了。简短结束，没有多长时间，天可就凉了。老张家好干善事嘛，舍粥啊，舍饭，舍衣服。有那穷人没辙了，到这儿来给衣服啊。全家的有时一家好几口怎么办？都给，从头上到脚下，连衣服带鞋。每天定点的上这儿来喝粥来，说这个吃不饱，那最起码你也饿不死啊，干点善事。整个东京汴梁城都知道，有一批穷人是专门吃他的，啊，到点来到点走，知道什么时候开饭。就在汴梁城有一家小客栈，客栈的炕上啊，躺着这么一桌。天很冷了，他这个上半身啊几乎就快半裸了，那衣服都是大窟窿小眼子，底一条单裤，光脚，穿着草鞋，抱着肩膀待着也不出。这是一什么店呢？叫鸡毛店。到解放前北京城还有鸡毛店啊，这个小店不大，屋里边垒出这么一个炕来，这炕上啊十个人二十人三十人都一样，有多少人都可以躺，睡了一宿多少钱啊，没有被也没有枕头，枕头就是砖，弄几块半头砖当枕头。那么说盖什么被呢？盖鸡毛啊，在这个床啊这炕的上头房顶的这儿拿绳子吊着一块板，这板大小跟这炕一边大，板上粘的都是鸡毛啊，要饭的呀，穷人呐，没辙的，实在没地儿过夜去了，得了，就这儿睡吧。晚上都躺好了，一个跟一个的都挨好了，查好了都不动了，掌柜着放着鸡毛板儿。这下来之后，这有鸡毛，最起码能暖和一点。还有好些个散的那个鸡毛，哎，往上一盖，这宿谁别动，暖暖和和的，凑合着活着，这叫鸡毛小店。这主就跟这儿。可是天亮了呢，这些住店的得出去，有要饭的，打板卖艺的，有的是小偷，反正你得出去想辙去呗。但唯独这种就跟这不动，哎，大个不动啊。掌柜的劝他，我说你得不差门出去问问去了啊，你这玩意儿你老跟这儿待着也不是事儿，是不是？你再一个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们这儿有一大善人张俊清，张大善人，大财主啊，人家里边舍衣服舍饭，而且人家这开着粥棚呢，要身衣裳穿啊，不暖和不也不至于冻着，比你这你都快光着了，这都是不是？哎，好吧，这站起来了啊。哎，你有热水吗？先喝一口。哎，有，给弄了壶热水啊，咕咚咕咚一喝，哎呀，拿手搓了搓膀子，行，在哪儿啊？十字大街路东，都知道，你去吧。哎，这儿一出来，西北风呜，刮在身上跟小刀子似的。走吧，咬着牙，快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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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话说得好，腊月的花子快如马。你琢磨着吧，腊月街上要饭的花子，你看快极了，跟马似的，站不住，真冷啊。跑起来活动着还暖和点儿啊。这大个儿就来到张俊清家门口，这搭了一炉棚啊。他来的时候今天刚完事儿，衣服也舍完了，粥呢连桶底儿都咔着干净了。他到了，还有饭吗？
俩伙计瞧还有饭吗，就知道这是外行。干嘛喝粥啊？要医生啊？啊，你们这儿不是什么大善人吗？赶紧吧，炒菜吧。你这你拿不当缺心眼儿的是吧？哪儿来人就炒菜啊？啊，您来晚了啊，明儿早点来，这儿有热粥，弄两碗暖暖和和的啊。不成，我说了，我这出来不就有衣裳穿有饭吃吗？对不对？这个赶紧，没有了呀。这儿就矫情起来了啊，伙计们跟他一矫情，他不走，抱着肩膀就围在这个芦席棚里边，反正被封走不走啊，谁轰我也不走。矫情的过程当中，有打大门里边张俊清出来了啊，心说伙计们跟谁闹，伙计们怎么回事？是爷来大个儿，头回来外行，他也没来过咱这，他不是没事儿的，非让咱炒菜去。这个我们这劝说呢，正劝他呢。哦，是想问是哪一个？是啊，他这一回头跟这大哥一对脸，张俊清就觉得浑身上下激灵灵打一冷战。这大哥我认识，秉灵宫三太子押进来那个老和尚教育丸子那主，不当天子要做一任诸侯，冥冥中我与此人有些渊源啊。就愣了，你拿手一指，你大个儿可不认识他啊，你这一指他是因为啊做了这么一个梦，他是吃惊，天下还有这么巧的事。你伙计们一瞧，把扁担就抄起来了。怎么呢？这本家大爷瞪眼了，这只要一努嘴这就上去打，对吧？吃人家饭嘛。这啊，再瞧张俊清一挥手炒菜。我这么吓一跳，呀，大爷您再说一遍，就是炒菜炒菜炒，快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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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个儿站起来，嗯哼，还来劲儿了哈，让到里边吧啊。张大爷吩咐，告诉厨房炒菜做饭啊，什么好弄什么，这边安排人赶紧带着洗澡，这儿洗澡换衣裳，把自个儿的衣服拿出来给他穿，没有一件合适的。张俊清瘦，这大个儿好，1.85米，凑合吧，摘了几件肥大的衣服，头上脚下给他穿好了，啊，让到自己的书房，啊，摆上桌子，俩人对面而坐，煎炒烹炸焖溜熬炖，跟这吃，大爷这陪着，伙计们纳闷，这我们大爷没见过要饭的，这是，啊，这是很奇怪，上吧，一道一道，这吃。吃着喝着聊着哈，贵姓高明怎么称呼？哦，是袁文爷，我叫孙德龙，我也不认识您哈，但没想到过啊、哦，孙德龙，以何为生啊？就是闲着为生。哦，好，高才高才啊，高才，闲着为生，有什么手艺吗？吃饭吃，这个。特长喝酒，还会什么花钱？哦，这很难得，很难得，很难得，嗯，很难得啊！哎呀，哎，这个壮士德龙，来，你侧过脸，我看看你脸。对对对，是这脸，是这脸，是什么脸？老和尚抽着就这脸啊！啊，孙德龙，哦，孙德龙，好，这个我问一下，识文认字吗？啊，行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不是不是可以不可以啊，是你现在可以不可以？可以啊，没问题，写字算账我都会。哦，现在你住在哪里啊？我现在住在鸡毛轩。这一说，大爷问住，鸡毛轩是一个什么上档次的地方啊？没明白啊，问一下，
愿意不愿意屈尊到我这里来？你这儿有鸡毛板吗？没听懂，你他哪看过那玩意儿去？我跟您明说，我也不绕弯啊。我现如今有一家当铺，有一家金银铺，我想让他归你管，你看行不行啊？旁边的伙计们都快气疯了呀，吃饭喝酒花钱，我们也会啊，这还用上外边引进技术人才吗？啊，这个也不敢说话，不知大爷犯什么毛病了啊？好吧，吃完饭就直接把孙德龙领到买卖间，跟管事的都说一声，咱们这新来负责人啊，这人了不起啊，吃喝这都一把手啊，还会花钱，你们都留神吧，啊，就把这人安顿在这两边了，没有一个人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三天之后，消息反馈回来了，所有人都敬佩，大爷是高人，找一神仙来。你说写字儿，你说画画，你说算账，没有一点你能挑出毛病来的。这俩铺子这些年来的毛病，他都给你改过来了，账上不对的地儿全弄对了。谁差咱们钱，找他要回来，井井有条啊！张俊清点点头，罢了，这是一个做大事的人，我拭目以待，且看他日后如何做一路的诸侯。这么一说，一个来月可就过去了，啊！这一天清晨起来，大爷洗脸漱口，吃罢了早饭，在书房这儿喝茶，伙计们进来了。大爷，干嘛呀？是您有几个朋友请您，啊，让我们提醒您，头两三天就来，您还记着吗？是今天，是今天，您去吧。头两三天呢，来了几个哥们儿，有一个主呢，也是城里边财主，新弄的花园，啊，弄得起了个假山，挖了个鱼坑，什么游廊啊、亭子呀，弄得非常好，而且呢，养了好些个。奇花一草，别处没有，说这几天几盆花开得特别好，而且赶上下了点雪，让他上那儿去一块儿，哥几个不错，喝点酒赏花聊天啊，这好，是今天，是今天，好，我去啊。这说完了出来，有人伺候着，拐弯抹角两趟大街来的朋友这儿了啊，这种姓王，王员外，呦来了来了，我这等你了。哎呦，王兄啊，哈哈哈哈，进来吧。三五知己都是不错的哥们儿，张王李赵呗，也都这个坐了一块儿啊。花园亭子里边摆下了酒宴，弄了点儿俄勒金德的好菜啊，烧黄二酒烫得了，坐在这儿啊，一回头这边是花啊草啊什么的，聊着天雅兴。这吃着喝着聊着，他这个花园呢有一个门，这个门正对着外边大街啊，一会儿的功夫，这后门这儿呢，管家带进一人来啊，老王家那管家带进一人来。大爷，他来了。哦，一瞧啊，大伙都认识，本地的一流氓啊，姓夏，名叫胡闹啊，夏胡闹啊，挎着一小篮子这儿进来了。几位爷，给您几位爷请安。几位爷，您都挺好的啊，这是雅兴啊，喝着酒，可怜穷人吧。哦，小夏，你又干嘛来了？是我这儿有点好东西，我这有块，我这好手艺，我弄了一块酱牛肉，几位爷尝尝吧。篮子打开了，有一块牛腱子，自个儿带着板带着刀，打打打打打成薄片，装大盘子里，码好了，搁在这儿。来，几位爷都尝尝，吃吧，你一筷子我一筷子，吃了几片啊，不错不错啊，挺好挺好啊。是几位爷，您赏吧，可怜穷人。那么这肉哪来？他抢来的啊，上人卖酱牛肉那儿抢的啊，上这讹这几个人来的。这几位都有身份的人也都知道，那、啊、你谁跟这个人啊？行好，这个多少钱？你牛肉啊？是一两银子，讹人呐！一两银子值多少钱？我打个比方，您就知道。拿今天来说，就是1000块钱。你看电视剧也好啊，给他一两银子，一两银子和1000块钱人民币，啊，就是讹人。1000两买牛都买下来了，
何况一块牛腱子。但这几位呢也是有头有脸的啊，好，给拿一两银子，不不不，一人一两银子，都有身份人坐在一块儿，谁会因为这个？都带着管家呢，给，一人给一两银子啊，就到张俊清这儿了啊，张俊好，给他一两银子，不，别人给一两，你得给十两。那么说怎么欺负人呢？嗨，这小夏儿之前有一个表妹啊，在张的财主家里边当丫鬟，后来呢惹了点祸，说了他几句，心眼窄，上吊死了。他拿这茬啊，上人家里去闹去，闹了多少回了，所以每次去都给点钱啊，今儿找机会，你得给十两。十两问，哎呀，我也没带着呀。行了，你上家里上当铺金银铺要去吧，就说我赏的。哎，好，我谢谢您。啊，打这儿就出来了。上哪儿去？上当铺要钱去吧。来到这儿，正赶上这位孙子龙孙子爷盯着啊，这一进门给钱。什么玩意儿给钱？给十两银子。什么玩意儿十两银子？你们大爷买我的牛肉了？买了几匹啊？啊，不，什么叫这？就是有一盘吧？你要死啊？一盘牛肉十两，你管着吗？流氓，下三滥，你管着吗？说好了赏我的啊，这不给不行，不给就说死你这儿啊，死吧。你就这个玩意儿，你要跟念书人矫情，他逮理了，啊！这孙子龙文武双全，什么都不怕，你死吧！你怎么死？用帮忙吧！哎呀，还这你欺负人啊！啊，上去伸手要抓孙子龙，他能听他这个啊？砰一声，把脖领子薅住了。大爷说在哪儿？赏你的，这是老王家花园，走，咱问去。哗薅起来往上一举，要下这脚尖点着地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前面要来芭蕾舞学出来了，俩胡同到了啊，顺着后门进来往地下一扔，啪，大爷这个您让赏的来。哎，这他妈讹咱们，这不就是说了这么句话也是无奈啊，讹咱。德龙乐了，走啊啊，走，不给。他可疯了，流氓啊，不给我今儿就跟你们拼了，拿着那篮子了，有菜板有刀，把这刀就抻出来了啊，我今儿跟你就拼了，往上就冲。问谁啊？孙德龙。到这儿孙子爷一打他这腕子，拿手一叼，啪，腕子叼住一吊个，这主的刀奔里啊，孙德龙，你还往前来吗？来就来，噗，进去了，死尸倒地。啊，这一大帮人端着酒杯这儿，来，请，还请，请什么请啊？请什么请啊？那个，是哈，啊，王兄啊，你这个花园别花园了，我这都改了凶宅了，我这儿，报官吧，啊。见血，这为刑事案件。一会儿开封府来人了，啊，来几位头，怎么回事？一说这事儿，哦，那谁呀？谁那个我们这大个孙德龙啊？哦，那得嘞，几位爷您都有头有脸啊，我们没别的，先带走。有什么事儿，冲我们哥几个说，我们照顾着啊。完事您该打点得打点。过去说得好，光棍不都势力？这都地面上的太平绅士，地方官啊。跟地面上有钱的这个企业家，这都必须是好的跟一个人似的，所以说这个事儿，哎，该走程序走程序，再怎么运作那是回头再说，所以人家说的都很明白，您该怎么着怎么着，我们先把人先请去，验完了尸，这死人找地儿埋了，带着孙德龙奔这个开封府啊。到这之后那就上堂来问吧啊，填尸单写这个啊，由经过都写完了，这杀了人了，这肯定是死罪啊啊，砸成镣铐，天字一号，先压的死囚牢，这会儿呢就给你时间让你运作。张俊清花钱吧，整个这府里上上下下都打点到了，监狱里边别让他吃的亏啊，说清楚这是咱们的人，去了怎么保证也得投保是吧，都安顿好了
啊，接二连三的花钱预备，但是这个过程得等，一眨眼功夫一个月就过去了。这一天开封府的府尹坐着八抬大轿由打府里边出来去办事儿。按钟点说啊，下午两点来钟，吃完了中午饭，大人坐着轿子往外走，前面鸣锣开道，哐哐哐哐，八抬大轿啊，走了大街上，老爷坐在轿子里边闭着眼正养神呢，突然间就听着就前边呜，不知道是什么声音，这轿咵就觉得蹲下来了。哎，老爷心说这谁跟我开玩笑呢，这怎么回事这是？嗯，就听街上乱了，可了不得啦，出事啦，把这轿帘打开了，没什么事啊，面前这瞧不见什么呀，啊，这怎么回事呢？看的是两边的轿帘，来人呐，来人呐，没人搭茬，这个岂有此理，自己撩前面这帘来人，就在轿子前边塌了一个大坑，就这大坑啊，反正是横着这么量啊，大约就得有个六七米，地陷深坑，一个大地穴，自己这轿子整停在这地穴的边上，太危险了啊！心说甭问，我前面抬轿那几个掉下了，哥几个不赖呀，掉下之前撒手了。这要不撒手太危险了，对，撒手撒的对啊，赶紧往后坐，真后怕呀，一回手撕后边这块，咱们我得从那儿出去，这一撕啊，嘴里还说着，哎呀撒手撒的对呀，撕啦啊，撕开了一看，后边这几个轿夫正赖着呢，他还说了，撒手撒的对呀，老爷能撒手？不，别别别！这把我拉出去，拉出去！赶着破轿里边，把老爷蹬出来了。啊，这儿出来到边上一瞧，这里边是什么呀？有人吗？没动静。哎，这很奇怪呀！以前你们瞧见过？没有，大人真没瞧见过。这太奇怪了。嗯。哎，怎么有黑烟呢？这会儿功夫觉着底下往上拧着旋儿，黑烟打着卷儿的往上走，往后闪，往后闪，都往后闪，后边还带着好些个兵呢，这赶紧轰散闲人，把这块穿上啊，千千万万别让老百姓过来，这个太奇怪了，这怎么办？身边带着几个虞侯啊，府尹大人，这个得找人下去探探。好，来吧，不能下去看去，下去看很危险，很危险啊！哦，行，这个东京汴梁城天子脚下地陷深坑，有一大地穴，这皇上要问这不是个事儿啊！嗯，来呀，先回府，是回府，回府啊！回了府之后，来呀，把衙役们都叫上来。快撞造三班衙役啊，一会儿功夫呼噜呼噜呼噜好几百人都来了，站大堂底下，老爷站在这儿，列位谁胆子大，嗯，谁胆子大，老爷我是重重有赏，呼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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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前站啊，我得找特别大的，一瞧出了好几十人，心说不可能啊，这有充数了，列位谁也别瞒我啊，现如今有重大公务差遣，倘若做得好的话，官上加职，而且老爷我重赏，要是让我知道胆小诚心冲大胆，这事可不成啊，来吧，这话一说，呼噜呼噜站出来十个，哎，好，你们都散了吧，就留这十个人，大伙儿都散了，这儿站十个人，老爷看看，是这样的，这个大街上地陷深坑啊，
冒着黑烟，底下是妖精是鬼闹不清楚，准备让你们去探探地穴。我是这么想的，这个事情一定要交在你们一个人身上。怎么一个人身上？那酒都跑了，就剩一个人跟那站着。好好好，这是真正胆大的人啊！你愿意去吗？再看这个，啊，好嘛，聋子啊！这是没听见，听见早走了。啊，你说这不行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跟师爷商量，师爷是这个，没办法，干脆您要听我的，您就随随便便点这么三个人，啊，您就说，也不必说多大能耐呀、啊，多大胆子没用，就是官命所差，你就得去，你不去就不行。挑这么仨衙役啊，带着现场，让他怎么着就怎么着，您别客气，这没有商量的，上命所差，商量什么？对，点人吧，啊，你们大伙儿挑吧，这个玩意儿就看人缘了呗啊。反到最后挑出这么哥仨来，走上现场。这会儿下午三点来钟啊，一到这一瞧呢，嘿，准备好了，可着这个坑啊，支了一个架子啊，四面支架子，拿大木头棍子绑好了，架子正当中这儿呢，大麻绳子拴一篮子，待会儿把这人装到篮子里边，有滑轮顺下去，篮子上面有铃铛，说你要到了底下摇晃这铃铛啊，我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。你们仨人谁先来呀？话音刚落，有一个嗷、口吐白沫躺下了。这先搭边去，先搭边灌凉水。你们俩谁来？你怎么老爷？我不行，我胆儿小，我跟您说，我不行。你看你怎么不行啊？你不是老爷，我胆儿小，我不敢下去。别废话，来装里边，到底下摇晃铃铛，听见了吗？老爷我不行啊，给扶里边去，扶里边去啊，扶到篮子里边，这边来准备摇这辘轳，好放绳子，预备放这篮子。老爷我不行啊，这一摘位打到篮子里边出去了，下去了啊，摇辘轳。这个老爷还摇吗？到了，就没听见铃铛响，响不了，篮子没下去啊，还剩几个，就剩俩，那还死过一个去，还这个，这你去，老爷我求您了，我上有80岁的老父啊，我这还有75、81的老母啊，我你等会儿，80老父我听懂了，你爸不80。啊，这75、81是怎么还老母俩？我俩，我爸爸俩媳妇儿，啊，这仨人都得我管。哦，你爸爸可以啊，你爸爸这个心态不用你管啊。来，给扶到篮子里边去，扶到篮子里面啊，咕噜噜咕噜咕噜往下啊，也不知道绳子放了有多少，到最后感觉着当蹲底了。听得见吗？瞧见什么了？言语一声啊！有这么一个钟头左右没动静啊。那个复印大人，您看咱们这个，摇上来看看。哎，嘎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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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费了很大的劲，这篮子上来了，拿钩子搭到边上来一瞧啊，有一套衣服。有一双鞋，就是刚才这主下去那位穿的那身衣叠得特别整齐，衣服裤子鞋都搁好了啊。这下去洗澡去了？不是，这下去洗什么澡？这都黑烟烟浴，胡出主意啊。把这衣服拿开了，哎，衣服拿开了，哎呦，大老爷，骨头，这衣服在上面，拿开底下是骨头，一根挨一根摆得特别的好。仵作呢？仵作就是当年的法医，过来看看来。哎，是啊，老爷这人的，破，
你吃过什么？不是我师傅教过我这个啊，这上面还有血呢。这个羊血是膻的，猪血是腥的，人血是臭的。这甭问，这刚才那猪，这么说死了，可能是把骨头搁在这儿跑了吧？老爷点点头，太狡猾了啊！这个当务之急，当务之急换人吧啊！拿出来了，旁边躺着那个，哎嗨，好了，醒了，该你了啊，老爷，我上有80岁的老父，81的老母，75，别来这套啊，刚才他说一遍了，我们俩亲哥们儿，81生的他，75生的我。老爷点点头，你们家真热闹哈。别废话，来下去吧，搁在篮子里边，这儿一摇，嘎啦哇，嘎啦哇，嘎啦啦，嘎啦啦，下去了啊！咱们简短结束啊！一会儿的功夫，把篮子再弄上来，什么都没有。老爷叹口气，这个骨头也没有，衣服也没有，这可能刚才吃饱了，这个存起来了。我说怎么办呢？连尸也在，鱼喉这些位。哎呀，我的个天爷，这怎么弄啊？有一个鱼猴聪明，老爷，啊，这个您咱们找一个和尚或者老道来吧，怎么呢？这要说杀人放火了，咱们三班六房都能办。您看这意思，这不像杀人放火，必有妖魔邪祟，这些个咱们哪懂了啊？咱们谁能抓妖精？是不是？干脆我知道咱们城北。有老道刘半仙，那个专门降妖捉怪，派人去请，把刘半仙请来。哦，那就赶紧去请他，客客气气的。哎，大伙人去了，有这么半个时辰的功夫，听着远处笙管笛箫，随着音乐声过来，前面8个老道，小老道都是干干净净、漂漂亮亮的，啊，吹着笙的，吹着笛的，啊，弹三弦的，拉四胡的，啊，这是刚唱完《唐伯虎》回来。啊，哼，簇拥着后边跟着一老道叫半仙呢，啊，这儿攥着宝剑，闭着眼，啊，到跟前儿啊，见了官儿都是微微点点头。老爷心说这对，你别看我是官儿，我管不了出家人。哦，半仙，啊，府尹大人是给您添麻烦，您看这个大坑这里呀。不良天尊，凭我半仙要办不了这个事情，我就不用在天子脚下待着了。哎呦，我靠，您您多费心吧，您多费心啊，您受累吧。好，仙人闪开，说了声仙人闪开，两旁边人全闪。再瞧老道眼珠子瞪起来了，手里攥着宝剑，掐诀念咒，围着这坑啊，这是疾步如飞呀，唰唰唰唰唰，一圈一圈的走，咱不知念的是什么，跟念经，唰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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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些老道们吹笛的、弹弦的、打鼓的，特别的紧张。大人也跟着，一定会成功的，一定啊！老道围这坑，唰唰唰唰，一圈越走越快啊，唰唰唰唰，突然脚底一滑，滋掉下来。大人刚才正要夸呢，真好，哎，啊，老道们这，喂，这，那个你们谁主事儿？这几个不主事儿，我们就是乐队啊。那我们怎么回去吊孝去吧？啊，乐队回去了哈、啊。大人围这坑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这玩意儿。于侯还说：“老爷您往回来点，刚才老道就这么下去的啊！”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呦，旁边一师爷说：“我给您出一主意，您听吧。啊，这谁主意我都听，你说吧，只要不让我下去都行。您呐，南监死囚牢，您找一个死囚犯来吧。”这些个人当差的使皇王俸禄是应该为国出力，但是他们死有点冤，
找一死囚犯，本来就该死啊，找这么一主来，挑一能耐大的，有劲儿有力气的啊，让他来，成了的还则罢了，不成死就死了，不心疼。好好好，那师爷你去吧。好嘞，今天只能这样，明儿再说吧。这都回来了啊，闲话少说，到了晚上，师爷带着人带着兵丁赶奔南监。到哪儿啊？就是死囚牢里边这儿挑啊，天字第一号，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按字排，天字第一号，这都是杀人犯啊。这一面墙啊，装的都是这个杀人放火的，大栏杆都这么焊啊，里边躺着各种人物，挑吧，看谁横啊，又打这儿往前走啊，一瞧这个一瞧那个，说你们这儿谁杀人多，哎，来这屋，这拿手一指，那里边有一个，他杀了47个人啊。哦，这厉害呀啊，来来来，都过来都过来，这个师爷来了啊，给师爷见礼。胡同红都跪下了啊，这看哪个杀了40，这个就是那后背跪后那个，那个杀了47个人。哦，现在都起来，起来啊，都起来起来起来，都起来。哎，你杀人这怎么不起来？这个哦，对，忘跟你说，这没腿，这个啊，这没腿，他杀了40来个人啊，他是开客店的啊，开客店晚上客人都睡觉了，伙计拿车把他推进去，把人杀了。伙计不敢杀，伙计胆小啊，伙计闭着眼拿车推进去，是吧？啊，他炕沿那挨个剁脑袋，这不是东西，这个太不是东西了啊！这没腿，这脑子咱不管用，这个啊，就算到了坑底下能活，他也迈不开步，这个还往前走吧，又往前走啊！一瞧，嚯，好家伙，都跟着跪着，就一大个啊，躺在那儿，就这俩腿啊，弹出床外边来，丢这么大块，哦，这大个啊，这怎么不动？哦，这太狂了，这个师爷，这不是他，这杀了30来桌啊，这一趟街啊，每一家他都杀了1到2个人，很厉害。哦，看这个穷凶极恶，这一趟街每家他都杀人了，太好了，好几十人啊，那可以用吧？我这咋这不行？这没胳膊，没胳膊怎么杀了好几十个呢？是他从街头开始杀，一家一家杀，杀了最后一家，那家比他横，把他胳膊给剁了。那这也没用啊，这个。哎呦，难道说你们这里边挑不出一个敢入地穴的英雄好汉吗？话音刚落，有人喊了一嗓子：“嘿，上跟前来，我去。”谢谢谢谢，这都是送的啊，嗯，别嫌刺啊。刚才是岳云鹏、孙越啊，岳云鹏是我徒弟，孙越是我兄弟，孙越是北京德云社分量最沉的一个人啊。哈，有时候老说你走道留神啊，千万别摔着啊，无论躺哪儿，地上都一个油印儿。嗯，相声世家啊，嗯，闲话少说，因为这节目挺大的啊，今天够呛能说得完啊。我特别爱说这个说不完的节目啊，因为这样的话你们老得来啊。其实今天本来想说一个北京凶宅奇案的啊，好留一想那更不合适了，因为那个说了夜里12点说不完的话，还留这么6、7个扣子，未必还有时间给您再圆上，这太坑人了，这个啊，嗯，还是说这么一个10几个扣子的吧啊。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路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去你的，这只能说一个，说多了人笑话外行了啊。这个有的时候观众爱跟我们探讨这个，开始说这叫什么，这叫定场诗，是吧？其实过去来说，书场里边爱说这个，为什么呢？一个是呢，这几句话能总结一下这个节目；一个是呢，告诉各位您压言别说话了，听我的了。嗯，当然包括这木头摔在哪儿，你看刚才人间正道是沧桑，摔这一下啊，摔在话里头了，这就是关里的说书先生，出了山海关，
东北说书都摔到后边，人间正道是沧桑，摔到后头啊，华北地区北京天津摔在这里头啊。另外来说呢，老先生对这醒目很忌讳，说这跟这随便不可以啊，哪怕说这儿一形容，说这个啪啪啪一砸门啊，拿这拍吗？啪啪啪不允许，拿嘴学，啪啪啪，这个不许动啊。老先生说台上噼里啪啦来这个，来这个不行，这叫歇棺材头。但是来说呢，你看术业有专攻，每地风格也不一样。你看四川成都人家那评书讲的就摔木头啊，话说刘备、关羽、张飞，再见。风格不一样，观众一会儿又来了啊，来了，哪是说书的，打的，什么都没听，净听着摔木头了啊，一个字一个说法不一样啊。这个天不早了，尽量多给大伙说会儿啊，因为刚才咱们这故事其实说的很紧凑了啊，你要信着抻开了说，且没完了。每个人对艺术的理解不一样，有人就认为不能让观众听书，就多说闲玩，其实也大可不必啊。来了你干嘛你老勾人腮帮子，是不是啊？我就尽量让你多说，我就这么多说都说不完，你们还得来啊。这个闲话少叙，书接上文，接眼探地穴。师爷来得了死囚牢，要找一个胆大子的人好去探地穴。那么说谁去呢？其实老百姓都知道，早晚得是孙德龙探地穴啊。那一叫唤嗷嗷一嗓子，我能去，师爷过来了。这个可以吗？可以啊。牢头们给介绍这人什么身份，如何如何，怎么怎么着，胆大心细啊。那好极了，明天啊带你见大人。次日清晨起来，又在十字街路口这大坑这儿，老爷可就来了，带着差人，带着手底下这些人都来了，跟这儿等着。功夫不大，把这位孙子爷也带过来了。来，见过府尹大人。是，见过大人。抬头，这一抬头，大人点点头，心说这个人不错。怎么呢？看眼睛看得出来，眼为心中之苗。跟一个人来往，看他眼睛，你就能知道这人好坏。当然不是说特别的准啊，大概齐。为什么呢？眼神啊，说出了内心的东西。你瞧这人跟你说话，这眼神来回闪烁，这净说瞎话啊。他敢看你，很真诚，这是个好人。大人点点头，因何犯了杀人之罪？把自个儿这事儿一说，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。哦，行，今天有一件事情要差你来做，如果做得好的话，我可以保你不死。好，大人您说吧。你来眼看，拿手一指，这坑看见了吗？大人我瞧见了啊。昨天地陷，一直冒黑烟，到现在你瞧这黑烟都没断，有人下去过，我不瞒你说没上了人，而且来了一半仙，也不知什么原因呢，半仙就突然间不见了啊。现在准备让你去探地穴，你敢不敢？好，我敢。大人，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，我愿意。好，那好，来准备，您等会儿，我有我的要求和条件。大人一听，好，这话说的像干事的人啊，出哪门进哪门，一五一十，该怎么准备，有什么要求，说的前边，说明他有准备，他能办大事。你看这满盈满许，你甭管了，成不了。好，你还有要求，你说吧。这一，我需要饱餐一顿。大人点点头，可以。哈哈哈哈，下去不管遇到妖魔邪祟还是什么歧视啊，
哎，最起码吃饱了喝足了有劲儿打架啊，一个都吃什么你说啊，让他们去做，哎，没有多复杂，十斤牛肉，十斤酒，可以，这个简单，十斤酱牛肉，切大盘子，浇上老卤子，端来了，十斤，小坛装的酒，打去泥封，啊，准备一粗瓷碗，他给他倒好了，来吃吧，好嘞，这手拿着筷子，这手端着酒碗，这儿就喝着，这儿就吃着，一会儿的功夫，全吃干净了。哎，擦了嘴，大人点点头，味道怎么样？还行，谢老爷赏饭，别客气啊。然后呢，老爷，咱们正式吃吧。刚才我试验一下，我怕我吃不了这么些个，我现在一试，我觉得行，正式吃吧。给切去，切去！一大盘子十斤牛肉，跟刚才一样又来了。酒放在这儿，咕嘟咕嘟喝酒，啪啪啪吃肉。大人看着都瘆得慌，你差不多得了，啊！因为什么你知道吗？牛肉到饱，啊！我不知哪位会做饭啊？牛肉这东西啊，它到饱。比如说你买十斤牛肉，你把它煮了炖熟了，哎，最后出来呢就落四斤。这生肉熟肉差这么些，可你这。啊，喝了好些个酒啊，大人看着他，差不多了吧？啊，差不多了。你要敢说你累了，我就弄死你。啊，大人，酒足饭饱，我需要一身盔甲，需要一口宝剑。嗯，那是应该的，给他准备，准备一身盔甲，由头上到脚下，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。都归置好了，我要一口宝剑，给他拿来，拿来宝剑递给他，这儿抻出来，这手攥着这剑柄，这手掰着尖儿，啪折了，地上一扔，不行，大人，这个东西下去真碰见妖魔邪祟了，我跟人打得了吗？坏坏坏，一会儿功夫啊，弄了一大堆扔到这儿，抻出来，咔当然这不行，哎呀，这个要不你就拿着匕首去吧。老爷您说这是人话吗？这个啊，我得拿保兵刃呢，这底下生死未卜，不知道会遇见什么事儿。哦，猛然间想起来了，东京汴梁城80万禁军教头孙教头家里边有一口宝剑，去借去吧，派人去，到时候一说孙教头舍不得给呀，这一说这可不行，出大事了，如此怎么办，怎么办，如此借您这口剑啊，那好吧，这才把剑拿回来，双手捧着，壮士你一看如何，一甩往外一抻，苍啷啷啷啷，就这声音就不一样，宝东西啊，这铜音儿都出来，苍啷啷啷，刚才那一抻哗啦啦变着啦杠音儿都不一样啊！把剑拿在手里边，孙东龙乐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看谁还管我！大人一瞧，你这是要造反呢？你要反也行，把那牛肉钱给了我啊！咱别开玩笑，是大人的，跟您开玩笑，我这没问题。可以了，有这个东西在手，我什么都不怕。苍啷啷，宝剑还匣，迈步往前来。有人拿钩子一勾这绳子，篮子过来，迈步进去了啊！站好了，一拉这个，大人，待会儿没事，我喊着你下来。不不不不，不，这是你的活，你的活，来吧，放。这儿摇这路了，咔啦啦，咔啦啦，咔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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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绳子可就下去了。现在钟点说有半个钟头。啊，就听底下哗啷啷啷啷啷铃铛响，大人点点头，行，听见声音了，这就有盼头了，都跟这等着吧，花开两朵各表一枝，回过头来单说底下这位孙德龙，
篮子可蹲了底儿了，四周是一片黢黑，一伸手先把宝剑抻出来了啊，掐着剑诀仔细观瞧，什么都看不见，这一下去眼睛得适应适应。有人吗？有人没有？都干嘛的？哦，这都听相声的，听相声的别动。嗯，迈步由打这大篮子里边出来了，猛然间一抬头，就觉得前边好像有一丝光亮，多亮呢，就如同一个葡萄珠这么大，就这么一小圆脸，跟着走啊，站住站着，追吧，再往前追，走了多长时间不知道，反正啊这时间可不短，到前面一瞧，好像这葡萄珠越来越大了啊，心说狠了狠了吧，今儿就是他了，我管你是个妖是个怪呢，站住，电不灵腰往前来，噌，奔着白点儿去了，猛然间这白点儿就大了，孙德龙一下子就跳进来了，身背后就听得咣当一声，好像是门就闭上了，哎呦，豁然开朗啊，阳光明媚，天清水碧，小溪潺潺，难道说真有这世外桃源不成吗？这是哪儿啊？风景宜人啊，看前边恍惚惚好像是有房子，我瞧瞧吧，这剑可没敢撒手，一直跟手里攥着，有这么一里多地，面前呢出现了一座宫殿，挂着匾啊，写的是篆字，这什么字可瞧不真着啊，而且这匾上好像啊有云彩啊，这字忽隐忽现，瞧不清楚，迈步上台阶儿，九九八十一凳，一瞧这大殿这儿啊，门虚掩着，把门推开，推开门探进脑袋看，没有人，赶紧又回头，身后也没有人，这聪明啊，你往里边瞧，身后来人怎么办，赶紧回头看，也没人，艺高人胆大，攥着这剑就进来了啊，感情这殿并没有太大，而且呢也瞧不见什么，正是云彩，也不知是烟呢还是什么，往前走有一扇门，这儿推开了一瞧啊，下台阶是一花园，有假山，假山底下呢是一大池子，过来看看，池子里边游着鱼，大鲤鱼一讨来长这么大，两条鲤鱼跟里边这游，好家伙，这鲤鱼跟狗一边大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，而且这鲤鱼啊瞧见它来了呢，摇头摆尾，还张嘴，一张嘴下一身冷汗，这鲤鱼一嘴的牙，走遍天下我没见过鲤鱼大板牙，这玩意儿多深的，这个不由自主的往后退了两步，左瞧瞧右看看，一看前边好像还是间房子，咱闹不清是个偏殿的是个什么，过去看看吧，迈不到跟前，三等台阶门虚掩着，上台阶睁一目秒一目往里观瞧，打着门缝往里边看，里边正对着这儿有一张美人榻啊，不是床，美人榻啊，在榻上躺着一姑娘，长得很漂亮啊，伸手啊跟这儿枕着，这手啊搭在身上睡觉呢，在这榻的旁边这儿有这么一个挂衣服的架子，这架子上边挂着一个这么大的，好像是皮的，像牛皮做的东西，这么一个小兜子，这兜子跟它挂着，这东西烁烁放光，心里纳闷，心说这什么所在，得了，该死活不了，我进去瞧瞧吧，迈步可就进来了
蹑足潜踪，数黄鱼的顺着边往前溜，就走到衣架这儿，一伸手先把这红皮兜子摘下来了，揣在怀里边，这攥着劲低头看着女的，姑娘还睡觉呢，没有动静，慢慢倒退着往外走，顺着原路出来啊，又到院里边转到假山的后边，藏好了身子，把这包掏出来，四四方方一个小牛皮袋似的，通红啊，摸到手里边凉不凉热不热很奇怪，打开兜一瞧，兜里边有一道白光，在这光来回的唰唰唰，伸手进去摸，摸不着，这是什么东西呢？好奇怪呀。嗯，得了，我先藏起来吧。假山后边地上有土，拿宝剑跟着挖坑，咔哧咔哧咔哧，挖了大小差不多一坑，这皮兜子搁里边，把土填上，这踩二次里迈步，又进这屋，往屋里走呀。姑娘没了，哎，一愣啊，人呢？身背后有人拍他，啪一拍肩膀，啊，整是这姑娘。姑娘乐了，嘿，你可来了啊，说是这幸会幸会啊，哪儿来两句话搁这儿了，幸会啊，来吧坐吧。哎，别，萍水相逢怎好讨扰，你都上我们家来了你还说这话，哦，那如此不公了啊，坐在这儿了啊。哎，人呐，给倒杯茶。一说倒茶，门一开进来四个小丫鬟，端着茶，端着点心，端着水果啊，各式各样东西放在这儿，给倒了杯茶，你们去吧。丫鬟出去了，孙叶瞧了瞧，姑娘，家里就是你们五个人啊，得探听虚实，四个丫头加上他，就你们五个人？没有，家中还有百万雄兵。哦，也百万雄兵哪儿了？怕你害怕，都藏着呢。姑娘，你开玩笑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确实都藏着边上，他们一直看着你呢。啊啊！冷汗就下来了啊！敢不知姑娘贵姓高明啊？怎么在此居住呢？姑娘乐了，哈，我是日霞仙子。哦，这么一说想起来了，来的时候瞧着门口挂块匾，有那烟呢云彩挡了瞧不真着，现在想可能是日霞宫三个字。哦，日霞仙子，这么说您是神仙？哎，反正都这么说吧。哦，你看我还没见过神仙呢。这个我这个无意中到这儿来，我就是因为我们那个上头啊有一坑啊，知道你知道没有一坑啊，有一坑，这个坑是怎么回事？没有。这坑的目的就是让你下来，我下来不用弄这么大坑，有一地沟我就能下来。哎，天下的事情都是该着杠着的，都是安排好了的。姑娘您别说这么笼统啊，我跟你说，你是不当回事，我们那都乱套了啊，挺大一坑，呼噜呼噜冒黑烟，我们据说下来好几个了啊，反正好像没有活着的。我想问一下这个，哎，行了行了，别着急啊，你现在饿了吗？是，我这我一直就没怎么吃东西啊。牛肉咸吗？还行。哎，说出来了。嗯，来吧，大排宴宴，吃着喝着咱们聊。好好好，这一说有打外边好多人都进来了啊，安排一切吃吧，都没见过啊，桌上这一桌东西啊，咱也知道是各种的菜，端起杯一喝，这酒这味儿不一样，怎么这么好喝呢？没喝过，这菜也都是都没见过，这红的这是什么呀？拍黄瓜，你们这黄瓜都红的啊，我们这都红的
哦，这黑的切碎了，这撒的是什么？这是蒜。哦，你们这蒜都黑的啊，我们都是白的，不太一样。哈哈，哦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你这是龙肝，龙的肝啊。哦，这是这个炒鱼香干丝儿啊。哦，这是凤髓。所说的这些个啊，都没听说过，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一道一道的菜也不敢多问，让吃就吃吧。这儿吃，吃饱了，喝足了，撤去了残席，又把茶沏上，坐这儿聊天啊。这个，实际上你今天来啊，我们都知道，你来有一件喜事。哎呦，仙子，什么喜事？你与我有姻缘之分。啊，行，可以可以。怎么叫可以？他也没有别的事儿，也就哪儿都一样活着呗，还给个媳妇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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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我都能笑纳，都能笑纳啊。但是咱实话实说啊，这个我怎么回去？哎呀，你以后就过神仙的日子了，你回去干嘛去？是不是？是你话是这么说哈、啊，但是我那个上头那些个你也甭回去了啊。你们上面那人家过人家的，你在这儿过你的，挺好。咱俩人姻缘有份。哎呀，那个什么，我们那天来了好几个人上你们这儿串门来，你们都安顿在哪儿了？嗨，我都给吃了。神仙还吃人呐？不是，来那几个都不是好人，啊，净做坏事，命中有此一劫，所以下来之后就。就都给吃了啊，也不是咱们吃的，反正你甭问了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啊，听说还有一老道，老道半仙啊，转唰下来的，这是怎么一个技巧？嗨，你老道也没少干坏事，跟那转讨厌，大伙一来脚脖子蹬起来了。哦，现在老道在哪儿了？刚才会土豆那就是老道，都吃了。哦，我又不敢多问。那这个，那咱们这个行了。那个，你拿我一样东西吧。没，好吧，你不是不承认吗？别着急啊，有你承认的时候。天也不早了，睡觉吧。哎，行。你看这人他都和气啊，什么要求都能答应，让吃就吃，睡觉就睡觉。这儿有小丫鬟伺候着，洗澡换衣服啊。睡觉，打这起算跟这儿呢，结了婚了。这一晃住了得有一个来月。这天起来之后往这一坐，直坐压花子。仙子说：“你怎么了？”哎，没劲呢，你们这儿，啊，一点意思都没有，天天吃饭睡觉，你们这儿没有别的娱乐活动吧？仙子说：“我们这儿就这个。”你有地儿吃饭，到点睡觉，这不挺好？你还要干嘛？不是我，闷得难受。行吧，你要这样的话，那你就上，除了咱正门外好些人呢，都咱们那个兵丁陪你一块聊天吧。啊，随便聊，院里边这玩那玩都行。但是你可记住了，你不许出咱们后花园的门，那个后门那儿不能出。行，好吧。那我就溜达溜达，你呢？啊，你甭管我，我有事儿。说着话一转身，这仙子没了。可你看我这个媳妇啊，身手真灵便啊，自个儿出来了，过了一大帮兵丁啊、管家了、丫鬟了、婆子呀，跟那块儿瞎聊。他说的人家也听不懂，人家说的他也不明白。一聊聊一天啊，很快乐，很快乐啊。他说的人不懂啊，你说咱们这儿叫什么名字呀？啊。人家告诉我啊，黄瓜就是红的啊，反正就类似这样的话吧。你说你的，他说他的，反正都是有来言有去语啊。这一天真累，当天晚上也累了，洗一脚睡觉吧。刚躺下，媳妇也回来了，到点睡觉。转过天来，啊，媳妇说你还继续啊？我听说你们聊得很开心啊，是我们这不探讨吗？是吧？我们看看到底能不能听懂对方的话。嗯，媳妇走了。他又奔前院了，聊会儿天吧，聊聊去，聊得快中午了，真烦得很了。行了，别跟你说话了，说不清楚啊。转身自个儿一个人，谁别跟着我，别跟着我，自个儿溜达，溜达来溜达去，就来再聊后院这小门这儿。
您说不让我出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行，越不让出去，我越得出去。啊，我这个人求知欲实在是太强了，伸手推门，迈步就出去了。出去一瞧，哎，没有什么呀，一趟大街，后门紧对着一个宫殿。哦，这个我们这个小区的风格都是这样的，我们的建筑风格都是宫殿啊。这街坊住着啊，这是谁呀？往这瞧着，有打对面出了一姑娘啊，走起路来环佩叮当，往脸上一瞧，眉梢眼角说不尽万种的风流，很漂亮啊。走到离着他五六米的地儿，这姑娘站住，拿手一掐腰啊，拿手一指他，嘿，上家玩会儿去。孙子也很高兴，行啊。这人最大特点就是随和啊，这咱们街坊是吧？哎呦，什么叫街坊？你我姻缘有份，可以。可以啊，这个玩意儿这交朋友嘛是吧？跟谁结婚不是结婚？你叫什么呀？哈，我是月华仙子。哦，媳妇儿叫日霞，这叫月华。说听着名儿，这都是神仙的名字啊。哦，哎呦，你看我，反正我要不改天去吧，好吧？因为天也快黑了，一会儿我媳妇儿回来，我跟她商量一声啊。哎，你甭听他，你跟他成不了两口子。来吧，上我这儿来吧。一伸手过来就要揽他，手还没动呢，耳边厢就听着一声断喝：“住手！”一片云彩飘飘落地，日霞仙子来了，用手点指：“剑背，你是真真的无耻啊！”俩人见面了，一个日霞，一个月华，俩仙子，而且不容分说。按说这事得矫情，俩女的见一块一说这个事儿哈，你这不对，你那不对，俩人得矫情矫情。到这儿没有，都是一回手，苍啷啷就把兵刃抽出来了，一人一把宝剑，走上跟前，叮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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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起来了。孙子龙志，哎，两位，买卖不成仁义在啊。媳妇儿，你也别多想，我们没有别的，我们都是纯真的友谊。街坊邻居，咱们哎，远亲不如近邻啊，好话好商量啊。这串这俩人就打了一块儿了。刚开始还瞧见是俩人，到最后啊，一团白影子，唰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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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唰，白影子里面就听叮当叮当，啊，哎，你可谁也别伤了谁啊，接了接放人笑话啊。那加油啊，加油！一喊加油，俩人一块，哎，好，谢谢，嗯。哎呦，媳妇儿，那个注意啊！媳妇儿注意啊！俩人都答应，哎，你放心吧。嗯，这通打呀，哎呦，杀黑了天了，打了多大功夫呢？俩时辰，四个小时，啊，管家出来了，好，姑老爷们上这儿来了，饭得了，吃饭去吧。不是，你看大奶奶，哎，见天打，您甭管，没事，来来来，打进来了啊！管家陪着吃饭，这吃着聊着。啊，我说这个可半夜了，一会儿就回来，一会儿就回来啊。他们这个点儿一般就是打到这会儿差不多了啊。每天白天都打啊，天黑就回来了，就拿着当上班儿。这是，那您别问了，吃饭吧，吃饭吧啊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又打外边一推门，日霞仙子回来，一脸的倦色，累了。哎呀，真累。哦，你回来了，回来了啊，没事没事。这不嘛，嗨，今儿你要不去没事儿，我们这不加了个班儿啊，加了个班儿。嗯，倒点水，喝点水。那个，我跟你说点事儿啊，明儿我们俩人呢还得打，你得帮我。行，你甭管了，你们找点东西，找几块砖，我卸它。找砖卸，神仙打架用砖呢。你那天偷我那个小皮袋的？没动你那个啊。行，没动。你上假山后边给我刨出来。哎，你要知道你自个儿弄去，你没劲了啊，没劲了啊。他也皮糙肉厚，转身就出去了，到假山后面夸夸一刨，刨出来了，拿来给你。
哎呀，我不要，你带在身边。明天呢，正午时分，我们俩人还得打，啊，你分得清我们俩人吧？啊，分不清。不是，你得帮着我们，是我分不清，我帮不了。我这样说吧，我们打来打去啊，我们可能会飞起来啊。你别害怕，这有什么可害怕？你们俩飞又不是飞我啊？怎么着吧？你看我穿的是红颜色的衣服，我飞起来是一团红光，他飞起来是白光，知道吗？什么时候你瞧红的落了下风，白的要是往上一追，你就把这袋儿往上一扔，你就甭管了。气呀气！咱二人乃是夫妻两口子，你告诉我这里是什么？好，你来看。一转身拿着兜，吊个一抖楞，又打底，当啷啷啷，掉了地上，就这么大一个针，啊，拿在手里边，冰凉啊！你知道这是什么？这不知道这个啊，这是天和铁锻造的宝贝，啊，你也甭问太多了。你就记住，把它装在袋子里边，只要我一跑他一追，你就扔，扔起来之后其他的事儿你就甭管了。好嘞好嘞，我听你的，早歇着吧，睡觉吧。一日无书，到了次日清晨起来，两口都起来了，咱们打架去，都打架去啊！你不叫打架，我们叫斗法啊。是我治好到神仙这儿，不叫打架，叫斗法。行嘞，咱们先斗法去啊，哎，然后打架是吗？走吧。打这儿出来，出后门一瞧啊，人家月华仙子跟那儿等着，手里攥着宝剑，哈，来吗？来吧！两位仙子往前一冲，拿着宝贝，叮当叮当，跟昨天一样，人人人人人人打着一块，紧跟着呜飞起来了。孙子爷找一台阶一坐，哎呀，红的红的，白的啊。哎呦，坏，这打了一块橘黄的呢，这是橘黄的扔吧？就听云子里边，还别扔，别扔，别扔，打吧！一直打到了下午，按现在说，这中间得喝三点来钟，就瞧见这两边分出了胜败啊！一团红光呜下来了，后边紧跟这白的，嘿，孙德龙乐了。你瞧瞧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这回该我了。把这兜打开了，把里边这针抄出来了，瞄准，心说我得赶紧的扔。突然间要扔没扔，就啊，哎呦，嘿，我瞧你可不对了，怎么呢？这俩人在云子里边，开始是人影，到这会儿可不是人，哎呦，这是俩妖精啊！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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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妖精。